下一组出场的小朋友呢，是我们的黄庆宇，今年也是大班，然后跟我们的施佳怡姐姐陪伴他，为我们带来这首《小星星》，掌声欢迎他们。谢谢我们的庆宇，来，庆宇再一次，庆宇太紧张了，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来，大家再给他个掌声鼓励，让庆宇再表现一次哦，这次要加油哦。表现了100分了，对不对？谢谢他，谢谢青鱼哦。好。